2023年世俱杯决赛，皇马5-3击败利昂的西越夺得冠军，队史第五次夺得世俱杯冠军，俱乐部冠军数达到100座。第12分钟，巴尔韦德横敲，本泽马一脚直塞，维尼修斯杀入禁区左侧推射得手，最终皇家马德里5-3战胜利昂的西越，夺得2023年世俱杯冠军。第12分钟，巴尔韦德横敲，本泽马一脚直塞，维尼修斯杀入禁区左侧推射得手。第17分钟，莫德里奇右路传中被阿尔曼伊沃夫扑出，巴尔韦德顺势凌空抽射入网。第25分钟，利亚德新月的反击机会，卡努中场直塞，马雷加单刀球低射，皮球从卢宁腋下滚进网内。第54分钟，维尼修斯左路外脚被传中，本泽马跟进轻松垫射破网。第57分钟，巴尔韦德分球，卡瓦哈尔右路低平球传中，巴尔韦德冷静挑射得分。第63分钟，沙乌德送出精准直塞，维耶托单刀球搓射破门。第68分钟，塞巴略斯禁区内晃过张显秀，维尼修斯顺势勾射远角入网。第78分钟，卡马文加后场被抢断，迈克尔突破下底到三角回敲，维耶托门前转身推射得手，最终皇家马德里5-3战胜利昂的新月，夺得2023年世俱杯冠军。